您进到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任务里面有没有延期前小试身手？拍摄现在已经延期进到中间快要结束了，但是现在试身手还来得及。这两题你可以考考看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所以呢，您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，它会另开一个视窗。那我们考两题，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相片的解析度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。好，你选好了之后呢，因为这题我回答过了，我用另外一个，我在这边。您如果选完之后，上面会有一个叫提交结果。好，选完了，有没有发现我们上面有一个叫提交结果？你就可以把它按送出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那么送出之后，第二题，因为我们今天主要 OBS 是要录影，所以跟影片格式有关系。我们平常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呢都有看过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数字画质嘛。那么有没有比720更高的？有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考你的不是这个品质，而是什么？这个牵涉到它到底这个数字指的是影片的宽度，还是影片的高度，还是你觉得会考这一题另有隐情？另有什么？另有隐情。另有隐情。其他嘛。好，您觉得哪一个是的，你就按提交结果，这样 OK 吗？那么如果你回答完了，大家都可以看哦，看回答的统计情形，你就按哪里，按上面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进度，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。哦，已经有一些同学回答完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打勾只代表交卷哦，不是代表答对哦。有看到吗？在我们的任务的第一个两个单元按一下，就有两题在这里，就可以进去回答。记得有打勾只是有交卷而已。好，已经回答差不多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，数位相机的像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在这里有50%答对了，就是长度乘宽度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用在视讯简报或者是相片的，就是在萤幕上显示的，其实解析度会很高，不用，因为我们一般解析度是1920×1080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话呢，你看两个相乘是不是大概200万出头而已？所以如果你要在我们一般的这种 Full HD 的萤幕上，大概200万像素就够了，不用到千万，好，不用到千万。好，那你往下卷动就会不小心看到谁回答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，按下去，哇，你们怎么都认为老师这么复杂，都选其他，这些同学当然不行啊，答错了，只剩下25%，又差一半，对不对？请问答案是哪一个？当然是影片的高度咯。所以其实我们一般看到 YouTube 上面，哦，就是这些影音网站上面所显示的那个数字其实是影片的高度。好，那我相信各位呢，其实你有看过比什么？比这个数字还高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在 YouTube 上面最高可以到多少？8K。8K。好，我就随便找一个，点进去，您看这边，您看一下这里。有没有看到720上去还有？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如果在这里哈，就是320×240，这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VCD 的品质。这个是640×360，就是一般大部分大家在什么网页上有看到人家把影片砍进去，有没有？大概是那个大小。那么再往上，720×480，这个
这个呢是大家接触比较多的，就是 DVD。从这个以上就称作 Full HD 高画质，高画质 HD 哈、哦，这个是1280乘以720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1920乘以1080，这个一般我们称作 Full HD。Full HD， 那么以上就再上去就一样，好，最高到就是到 8K， 这样应该比较清楚是不是高度。好的，所以它不是指宽度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您有没有发现后面好像都有一个叫 P， 有没有 ？P 这个就是同步它做画面的更新。原则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的都是这个 P 的，可是如果您在第四台看的，有些部分第四台的影片它后面是 I， 所以您如果回去调你们家的那个电视啊，它那个品质的部分有的就可以调成 I 的，它就是什么一次换一半的话术。所以有一个情形你会看到，就是我们用手机或者是用网络摄影机也好，或者是那个 DV， 你在透过它的萤幕去看我们的电视的时候，如果它会掉漆，有没有会有那个画格这样闪烁的，就表示它的速度可能是比较慢的，可能是用 I 的。那另外一个，刚刚大家还有看到，有没有发现比较高画质后面都有一个60？请问平常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数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都看影片而已，你都不管它。这个60就是后面就是我们一般讲 FPS， frame per second， 每秒钟播多少个影格。那么没有特别指明的，就是我们一般的，可能是24格电影的，或者是25格欧规的，或者是一般像我们台湾用的是美规的 NTSC， 就是29.97或30。好，那如果有特别指定的60，表示它一秒钟可以播到60格，那是画质更细致一点。等于说你就有点像我们一般在看那个 YouTube 那个国家地频道或者是 Discovery， 他们有那种高速摄影机的。好，放慢动作，等于你一秒钟记录的格数越多，它是能够做的动作就比较细致。好，这个是目前 YouTube 主要支援的，好，有到 8K， 而且它的播放速度 FPS 可以到达60格，好，到60格，这是先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的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做影片，所以这两个你要稍微认识一下。